六段刀术共有56个动作，是晋升中国武术段位级别的标准考评套路。这套刀术动作流畅，舒展大方，刀法简明实用，编排精巧，结构严谨，是中国武术中的经典刀术套路之一。本教学篇特邀世界武术冠军刘海波表演，并做教学示范。